Why don't we ask the basic question? That, like, as a human, that I want to interpret the soul. 理論上我家己的想像是就是你家己個人的對咱會當interpret都是絕對無可能了解不用說也說你要解釋我是沒辦法解釋你也沒辦法你不可以說解釋別人說得通因為人總是有錢解釋是誰解釋啊對啊都有人解釋但是說他那個解釋對不對你敢知道沒對啊本來就是本身人跟人中間的溝通本這個就是part一定是對不對如果你溝通你如果不是沒有可能完全知道但是有幾分之幾的就容易了就開始可以放鬆了不然你要不然你要聽著他以下的東西聽他說的話就比較知道比較清楚一點聽說的話就比較清楚對因為這就是我現在在那裡現代那裡在那裡現代在說 這個解釋是不是弄到我們人說我對你了解我們人說我們人說我對你這個人沒了解我們人說我們人說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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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你這個人沒
六十啦，买起来用啊，你别再讲我欠四十，我都唔敢用啊嘛，你嘛请用啊，对无，一提出来用啊，问题就是你请。